一分钟让你了解动力电池的材料解决方案。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崛起，动力电池备受关注，而电芯间的缓冲隔热材料成为动力电池中不可缺少的材料。祥源新材超前布局，深耕新能源领域，专注研发新能源领域的应用材料，推出检修口、接插件密封、箱体密封的解决方案，软包电芯间缓冲隔热的解决方案，模组方形电芯缓冲隔热的解决方案，模组箱体支撑保温填充的解决方案，电池包保温的解决方案，冷板支撑的解决方案。如果您是新能源汽车厂家，有任何新能源电池相关的材料问题，可随时联系我们，关注我，带你了解新材料世界。